眼耳身三二地虚呀。我们这五识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五识。这个五识啊，鼻子跟舌头能够闻香，能够尝味，只有两个地方有。一个呢，所以眼耳身三个识，三个根对着外头的三个尘，在二个地方有。哪个地方呢？你知道我们鼻子可以闻到香臭，我们鼻子闻到了味道，这个味道是辣的，这个味道是香的。然后我们吃臭豆腐，一闻了好臭的臭豆腐，但是因为我们尝到了臭豆腐很好吃，虽然它臭，鼻子闻着臭，嘴巴吃起来很好吃，两个是同时做起作用。所以为什么五个识而只说眼耳身呢？因为鼻子跟舌头只有我们欲界才有啊。因为欲界在我们这个欲界中间，我们吃三餐呢，这个三餐在天上，在地狱，在恶鬼界都没有，人间有啊。我们叫吃断食，吃早餐，吃午餐，吃晚餐，这叫一段一段的吃，这叫断食，只有我们人间有啊。所以这一个东西，鼻子跟舌头，因为我们分段吃，只有五欲界有。于是我们早点要吃杯茶呢，茶香，茶的好吃；咖啡呢，有咖啡的香，有咖啡的好吃。这样呢，这就是这个二地呢，是欲界的五趣同居地。五趣呢，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六道。但是阿修罗呀，这一个不是一个单独的道，在其他的天人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里头都有阿修罗。阿修罗不是另外一种，天啊跟人呢、啊、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都不同，这是五道。阿修罗呢是在这个五道里头全有阿修罗。阿修罗是什么？很爱吹牛皮，很会妒忌，很会批评，是非心非常重。人类有，天上也有啊，地狱恶鬼畜生都有啊。你看我们养个狗，把这狗要哄得很好，这个狗只认个主人呢、啊、这个狗看到主人了，尾巴摇摇，趴着你，想要跟你亲亲。所以真正我们鼻子跟舌头在五其他的界里头没有，鼻子跟舌头只有我们这个欲界才有。所以
当我们遇见的五趣同居地，五趣天人地狱恶鬼畜生，这是五类的动物。天上据佛法说，天上虽然非常美，我们都愿意升天，天上是很好，你想穿什么他就穿什么，你想身上发什么味道他就发出什么香味道来，你要想让他怎么样啊？我想今天换一件衣服，你不必有这件衣服，你一想他就变成那样了。阿修罗呢，他在天上有阿修罗，在人间有阿修罗，在地狱里头有阿修罗，畜生里头也有阿修罗，恶鬼里头，你别看他恶得不得了，恶鬼啊，他也有阿修罗，所以阿修罗在五道里都有，不给他称为一道，因为五道里都有他。这一个阿修罗把它去掉了以后呢，所以这个五趣里头只有天人地狱恶鬼畜生，只有五种了。因为这五种里都有阿修罗，不把阿修罗单单的派成一种。所以说，鼻子跟舌头只有我们这欲界，人、狗、鱼类、飞鸟，这都是欲界的动物。这个欲界的动物里头呢，这个有鼻子，可以闻香味儿。我们饭好的米饭一蒸熟，香味儿一来，这个菜一炒，香味儿一来，引起我们的食欲。我们要擦香水，我们要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，不要有味道。这一个都是欲界，因为欲界里头有鼻子有口舌呀，所以眼耳身这个三根里头长出这个三个识，眼识耳识身识，它是在两个地方有，一个地方呢就是欲界的五趣同居土，这个五趣呢，就刚才说的六道里的把阿修罗去掉，就是五趣，五道，五道那个叫五趣，趣是我们往那儿去呀，我们人，你知道，我们人死了以后，你是升天。你还是下地狱，没有主宰，没有佛菩萨管我们，是我们自个儿去呀、啊。所以叫去呀、啊，趣味的去，这意思就是去呀、啊。天、人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谁让我们升天？谁让我们变成人？谁让我们变成男的，变成女的，变成美的，变成丑的？我们自己造的孽呀。所以这叫趣。这五个地方啊，都是我们自己走啊，造的孽，得的果报。我们愿意下地狱呢，我们自己就做的那些事情，下地狱事情，你就下地狱。
不是死了以后才下地狱，有多少人很痛苦地在这儿活着，生不如死啊，受尽了折磨，心里头非常难过，他活着就在地狱里头。他假设知识没有，智慧没有，只知道饮食男女两样事情，他跟畜生不一样吗？畜生就知道饮食男女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这个大欲其他都没有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除了这个所谓的欲界的五趣同居土，就是五道的同居土，还有呢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我在说啊，好斗又很妒忌，好对不起的这个阿修罗，因为五界都有，所以不提了，只提五个。另一个地呢，眼耳身三二地居，一个地是五趣同居体，另一个地呢就是我们修行了。离生喜乐地一共有九个地啊。